以后可以不要帮我接这种互动亲密的戏吗？你是一个新人呢，现在是什么环境呢？你还给我在那边挑戏演？你愿不愿意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？你听我解释。我只想知道为什么。我早上睡醒的时候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你怎么可以让别人上我们的床呢？ TVBS 欢乐台爱情公寓，本节目由台塑石油冠名播出。